OK， 今天来一场还算短的防御。这场出现在奥瑞冈的地下室之肃清威胁。往下楼梯你不封门的话，那实在太容易跳了，所以我们这边一定要封门。啊，这样很明显的敌人就知道目标在楼下，但他们至少没办法进来看我们的实际防御。比较轻松又有趣的。什么魔术方块啊？没有游戏轻松有趣，你可能要去玩怪物单群的。太无聊了。怪物单群会算有趣吗？10 seconds to insertion. Jammer. 那谁要进来啊？ 5 seconds. 我要进来。我们这边就做了一个蛮阳春的，五个人都守在任务点里面的防御。但我们头上整个屋顶都是木头做的，所以 fuse 其实可以炸任何我们的位置。希望他们没有 fuse。好开耶！放两个鬼。任何有往下楼梯配门缝都是非常好的防御，因为从楼梯下你可以看得比较远。但是老实讲，现在大多人也会注意到这个事情，然后尤其是一些比较常出现的防御点，比如说刚刚那个地方，敌人常常不知道那边有没有人，就直接开枪了。所以除非有防弹门，不然我不太敢躲在那里。然后就算没有人，他们也在开枪。这边有人。Biohazard container securing pause. Take out the hostiles. Prevent further access to the biohazard container. Op 4 found biohazard container. 他们第二颗手榴弹是用滚的下来，刚那个主动防御就没有办法拦截。天花板破了。对，这一刻是我最害怕电击无人机的时候。这似乎是 COD 常常出现的桥段。听起来是有人在复活人的语音。Yeah.